昨天发了星空的视频的教程之后，有人说这个怎么证明这些是手机拍的？然后今天我发了一组手机拍的延时的几合集，我把原素材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就是证明这个确实是手机拍的。但我也不是说给手机打广告，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OPPO，然后当时是用的是华为的 Mate 30拍的。这个是梵净山的，拍的视频的素材。这个素材就是，手机随拍的。然后这些就是延时，当时是用的4K 的延时，然后是自动调的帧率，它会根据这个云的快慢来自动来调整每张照片的间隔时间。这里有，这个不是延时 对，延时我稍微标注了一下，这个当时风有点大，日落的时候风比较大，所以说有点抖动，后期的话要做一个防抖。这个也是延时，这个是中午的时候拍的，风就没那么大，所以说画面还稍微比较稳。这边是在川西拍的，这个照片，对，这个照片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，这些都是原图，都还没有，都是没有修过的。这个是星空的照片，在电脑上看，其实手机的效果，还是噪点比较大。不过手机上看的话，其实效果还蛮好的。这张效果我觉得是最好的。OK，然后我再看一下视频，视频这块也是 Mate 30拍的视频，这边 也是拍了很多延时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说明真的是原素材，没有这个就是当时拍的延时。这个在电脑上看的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了。可以，我觉得比很多年前的我的单反的效果还好，但是和现在的全画幅还是没有办法比，确实，如果说真的热爱摄影的话，肯定还是会有一台自己的单反相机。这个是怎么退掉了？这个是那个三倍变焦好像是三倍还是五倍我忘了，就是用它的长焦镜头拍的一个山的延时，也是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再见。